Thank you.
民进党的明星，我今嘛也唔知啊，讲三年前，
十八公里呢，我想恁在座各位大概这拢超过十八公里吧，都超过啦，所以恁所打起来比我飞较侪啦，所以恁比我较困难，恁比阮较认真个辛苦，多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昨个昨日，芝加哥有一个空档，我去看一场大联盟的比赛。我嘛，就是明仔载要来看 LA 看大谷翔平的，啊，听讲明仔载落雨搁拜年吼，袂要紧。但是我昨日伫看大联盟的时阵，感受美国的棒球文化，甲台湾有啥物无共，你敢知？美国没有啦啦队，台湾有啦啦队。我这个想法，2024正常选举，各位，咱拢不是观众，咱也袂使甲咱做啦啦队，咱拢是信赖台湾、听台湾的队员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信赖台湾、听台湾世界队的队员，好不好？喜极当中是世界队的队长，这场没有人可以是局外人，这场为了台湾要赢，要告世界民主第二关键的时阵，无人会使是局外人，我们都是队员，都是队长，爱为这场选战奋战到底，拜托大家。下面我们信赖台湾，三一一，就是咱们向台湾社会推荐一个一心究竟到这阵弃医从政，国代立委、台南市长、行政院长、副总统、甲民进党党主席，这个人一心三十年，予咱看到是政治上的表现清清楚楚，坚持不变，是台湾人民上信赖的人。咱们推荐到台湾社会，予伊成为未来的台湾新总统。这个大家信赖的人，在未来会提出让人民安心的政策，会让国家走向一个在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上，再向前发展进步的一个更健康温暖的国家。伊的团队会认真执行所有政策，伊所有政策会让人民安心甲信赖。这是第二个信赖，第三个信赖是。未来台湾新的国家领导人会带领台湾永远站在民主阵营的角落，这个阵营里面我们让全世界更加信赖台湾，这是台湾信赖台湾的真正的意义。向人民推出一个信赖人，推出一个信赖精神，让世界各国更加信赖台湾，这就是信赖台湾的意义。我简单说，你现在你心肝内信赖台湾，你甲念五摆以后，你会变成信赖台湾，无是你信，你信我难。信赖台湾，信赖台湾，你甲慢慢仔念，变成信赖台湾。因为咱拢信赖台湾，咱能过这个台湾，这个所在，这个主权，这个土地，所以咱能组织在这个所在，共同信赖台湾。所以我讲。你我咱都是信赖台湾、亲台湾的世界队的队员，好不好？我拄仔讲袂，今日是咱第22场海外首期大会，嘛是咱第95个海外奥运会组织，95个。独独美国有34个城市拢有信赖台湾的队员的旗帜，爱甲家己拍拍一下好无？37个美国的城市，加上加拿大，加上中南美洲11个国家，再加上韩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寮国、柬埔寨、印尼、越南、泰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印太地区的战略拼图我们已经完成了。这个拼图我们已经完成了。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所在，就是我们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我们就把旗帜插在印太地区每一个重要的国家。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
所以附中公公，咱们讲说一个日不落谷，艺术是公，在太阳照射得到的地方，就有台桥跟台商，有台桥跟台商的地方，我们就会找得到信赖台湾，我们就是日不落国，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大家来表示感谢，你的顾总统出访巴拉圭，过境美国这段期间，不管是在美东的纽约，还是在 ABC 的旧金山，都有咱足多乡亲千里迢迢去到遐，都敢若为着落车一几秒钟要看到顾总统。要看到伊行入去饭店的迄个镜头，有足用心努力啊！来迎接，咱遮嘛有足侪人包车去到旧金山。我昨暗伫迄个照片出了顾总统以后，我嘛讲啊，咱有足侪乡亲，昨暗足暗，我甲阮接机，我甲阮接待，伊拢啥讲？伊阵啊搞袂讲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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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拢有去旧金山家见面，伊拢会记个啦。各位对于顾总统的一丝丝。对伊关怀，伊拢谨记在心。这个是伊用这个心情，要甲全台湾人民徛做伙，用这个人情心情，要将台湾建设成一心目标，迄、那个健康英雄台湾。所以各位对伊这个性情的接待，伫美国会接过来的情，所以回去了，呼叫维山议员有讲，讲伊民调已经来到39.4，这都是各位同意的了啦。相信美国出访的这一段行程，过境美国的行程还没有真正发酵。那希望后摆看到已经稳稳徛就40%的民调，那呢，咱会当调控咱的目标，搁进一步前进。这是咱共同的信仰嘛。老副总统过去33年，你政治上的表现，各位虽然你海外，你绝对未必要来轻松，你对伊的关心。绝对不在乎其他，但是咱应该共同有一个看法，就是伊守护台湾土地甲主权的信念永远无变，对不对？伊即摆要提出一个上务实的方法，要安怎来保护台湾的主权，但是要安怎来增加予台湾会当更加安全，是一个真正稳定发展的所在。所以，伫2015年 ，AIT 在美国，在台湾的美国国庆酒会上，伊伫遐公开讲，伊讲民主进步党这三个英文字 DPP 缩写，伊讲 DPP 的新时代意义是民主、和平、繁荣。民主、和平、繁荣这三个英文字缩写嘛是 DPP， 就写伫我的手。背章上面 ，DPP 代表伊要用这种的精神来保护台湾的主权跟安全。民主就是咱会当必须要搁较谦虚，听人民的意思。和平就是要在有尊严的原则前提下，保障台湾的安全。欢迎是讲咱要伫个经济发展之下更加重视。社会公平的分分配，各位你甲想，一个有安全，啊一个有欢迎的所在，伊的前提就是这个所在绝对无分寸发生战争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就是用民主、和平、繁荣来证明，啊来推动，在台湾全世界上来，伊要做一个务实、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工作者。所以赖清德是一个。务实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工作者，为台湾带来民主、和平跟繁荣。你嘛就来讲，过去你中华时代，咱才有足侪先辈伫遮，为了兄，我拄好看到阿兄伊是拜台中官吼，足侪民主的前辈拢伫伫即个所在。过去咱伫个中华时代，咱拢讲为民主拍拼，有当拢讲即个时代咱。除了为民主更加打拼以外，咱来为和平来奋战，维护台湾的和平，和台湾的人民未受到任何战争的威胁。所以，伊用这种的心情来跟台湾人民，要三交会约束，
未来要安怎将这个国家走向一个更加好的环境。但是国内即马有一种声音，讲要号做政党轮替，下架民进党，咱有听过吼？迄毋是要嫁予民进党，或者下架民进党嘞？迄是要甲咱换？要换民进党，要政党轮替，伫个民主国家嘛是可以，但是咱现在看有理由啊，无理由？过去蔡英文总统八年的执政，咱敢提不出成绩单来？咱敢做了无好？那无，你会当讲要来取代？但是独独伫这三年疫情来临的时阵，各位我要请问你，蔡英文总统所带领的执政团队，甲陈时中部长所带领的防疫团队，有保护着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有影无？咱是啊，建军去建校，保台湾的安全，嘛保护了世界高科技产业，一切发展也不是。我们也保护了高科技的产业链，我们不仅的保护人民的健康，也维护了世界的经济。这个不是蔡英文总统说锻炼军事团队，我台湾跟世界贡献，对不对？你今晚你来跟你台湾，咱的小学班班有冷气。大家教授都有冷气，那是政府用360亿，你敢做什么？生生有平板，每一个人是手头拢有一个 iPad 来看，那是政府用200亿去缩短城乡落差，去缩短这种电脑资讯的落差，咱都做了无？咱对这个工人的基本工资，对2035年的2万块汇报。现在已经调整到2万30几块，咱的调整是31%，做了还无够。咱做了，大家拢有功，大家部分拢做到真是交济。但是在要讲我们下架民进党，是干咱一个理由，是讲要换他上来而已，不是我们做的不好。就换一起来，吼、哦，把民工给下架，换上来的会是谁？难道是侯友宜的92政党吗？还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吗？还是郭台铭的血汗工厂老板？可以把民进党换成支持92共识的92政党吗？可以把民进党换成只有一人的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吗？可以换成郭台铭的92政党、92老板吗？都没事。所以咱是要守护这个民主台湾的政权继续行，所以2024的这个选举，我感觉有三个意义一定要完成，因为这个是台湾命运的关键。咱伫个印太地区勇敢关键的位置，绝对袂当破土。第二是咱本土政权爱延续，咱才能继续培养人才，继续伫民主这个进步上发展。第三是小英总统的执政价值，咱来赢，就要甲全世界讲，我们掌握了关键的命运，我们延续了本土政权，我们肯定蔡英文总统的本土政权的执政价值，这个意义拜托大家共同完成，好不？走，你看一百过来啊，即马就讲大家画声画声画声。但是我真感动哦，今日这么丰富、这么大，会当有这么多人，搁坐伫这个所在。毛大副总统，伫这边的选举内底，伊对民主、和平、繁荣这个主轴出发，伊终极要，伊希望台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伊讲希望会当让国人健康，国家更强，世界拥抱台湾。会当让咱的每一个国人民更加健康，让咱的国家更加坚强，世界会当展开双手迎接台湾，成为世界民主阵营的一个好朋友。所以，我们伫遮再一遍代表，我是来请伟山议员志宏，我们这里还有国语，我们都要站起来。我们既再次代表赖副总统向大家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筹备今天大会的辛苦，也要甲大家邀请，你台湾
不然你一旦流动的话，2024团结一致，2024团结一致。大家害我，都在有人讲话，我要加讲一句：1月13相约台湾，好不好？2024团结一致，希望1月13相约台湾。我给大家邀请，1月12的暗时，请你来到选前之夜，参加最后一场上重要的组织大会，让总统甲所有咱的国会议员感受来对海外所有中心对伊的支持。1月12，请你来到选前之夜。1月13，请你登记每一人的投票所，投下迄个关键甲肯定的一票。哦，总统甲国会会当拢赢，好不？1月13的晚上，请你登来竞选总部的面头前，来参加咱胜选之夜。竞选总部伫倒位？你拢去过啊？4年前、8年前拢去过啊？就在小英竞选总部啊，因为迄个时候在洪水正好，竞选竞赢啊。请你们回到竞选总部的前面，跟着我们的未来新的台湾总统，带来所有受大家支持的国会议员，达成副总统所讲的2024选举总目标：总统高票当选，国会过半。要交下给，买好机票，登来台湾。我用我的一张机票换大家一张选票，好不好？好。今日这场结束，各地在台湾应该无时间阁往外跑了啦。我们应该好好整顿台湾内部的选务，尤其昨天开始选最后的100天。但台湾这摆选举有一点奇怪，你刚刚看见4个学生囡仔在考试，一个第一名，3个第二名。迄个第一名最近搁有出国研究，伊三个第二名的继续在台湾玩吵吵闹闹在冤家啦。咱讲第二名应该是较认真的吼，较读书较认真，看咱赢过第一名的敢是？但这三个第二名是讲，无咱两个来作弊，看咱赢第一名。啊，无咱两个来写共同考卷，看比第一名分数较悬的啦。那呢？可以赢，算出来嘛是第二名。要算，算上好的；要算，算第一名。第一名的，我大家信任的，上好的就是赖清德。这里三点：民主跟专制，民主一定要赢；和平跟战争，和平一定要赢。也只有赖清德可以带领台湾赢。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有这个远见，可以带领台湾赢。但是要让赖清德赢，国内我们要团结，国外大家要回来。你和我这两个任务就是第一，大家感谢；第二，大家烧酒，希望真正1月13，经由海内外一条心，共同的信念。我不管咱的对手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拢不要紧。啊，所以斗起来，我们安怎去合作，都不在乎。我们的对手就是那位妨碍台湾民主发展、不顾台湾本土政权、不顾台湾民主，而且伫只甲中共伫个偷来暗起的亲中政党，就是我们的敌人，就是我们要打败的对象。所以，最后在这边感谢大家陪着赖清德。打赢2024，让总统胜选、国会过半的总目标可以共同完成。拜托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谢谢。那个 table 金德祥，你头发听到咱前主席的演讲，台湾人你哪听到伊的分析？只要你有一点常识，这四个候选人真的太明显了。谁最有料？谁最像总统？谁最像总统？
我袂甲你话哦，拢是 nonsense， 你讲我来话是 nonsense， 真正做到真好，但是还袂继续。啊，我无啥物物件要送，送给我的前主席，但是动向主动，伊知影赖清德，不同同志爱看棒球，伊做有心的，伊早两下棒球伊动向签名，伊讲一定爱好伊，我讲伊就亲手来。上好回来，请上台啊！你不能用激光棒，但是你做一下心，我就请你来，请上台。好，来，阿发起来，阿大家听起来，很有心，大家都站在他自己的单位，他的角色来帮忙台湾，把赖清德的士气，把他弄到最高，让他从专家来弄他，赖清德就是上台。有计，这个计，有带咱这个资格来做台湾总统，就是罗清德一个人尔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即马这个演员都不是伊，也不是我，是所有的人。但我你听一条歌，听两遍。后边是民事特派员啊、哦，这个场面要传到去台湾，要互你的台湾的亲戚互咱看过。啊！我阿姊嘛伫啊，我阿伯嘛伫啊，好唔好？大家遮侪钱的，啊，较边的人，遮老客户，欢迎你坐到前面来坐，因为等一下还要照一个大，一整个大合照吼。因为今仔日有人落雨，我无遮就做无晒吼。啊，我嘛是爱去六百的吼，廿公廿个去600-600了吼。啊，所以旁边的可以呢，把这个天板等一下照起来，那个镜头会比较好。啊，然后啊，台湾官都喜欢做官家的，哦，那官都不急哟。来，我们过来，大家合唱票。啊，阿边一样，给他训练起来，快点，边要动的看看好不好？啊，这个镜头爱出来，我脾气放在你台湾。哦，我弟也上来，弟也上来。哦，今天的主讲者都上来，好、哦、来。因为这是历史的镜头，按着听，这就是历史。后面，唔知有啊，有啊，多足侪人八九十岁，都是咧做八公斤。我们高雄介绍的第三位，第一位，这个来自高雄的林志宏议员，我特别请伊来，就是要就业的，甲大家讲，因为伊伫高雄，伊拄咧台中市长。韩国瑜市长，甲陈其迈市长，所以伊知影选唔到人会痛苦啦。最后，大家讲绝对袂使选唔到人，而且他来自台湾的南部，各位则讲南部人很惨，你看伊惨不惨？所以伊来家做辩解，不能选错人。南部没有很惨，台湾是很好的。那至于戴伟山戴议员，来自新北市。哦，即摆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是新北市的市长，啊是伊遐，伊甲新北市的市长，伊是咧监督新北市的市长的。但是前一阵仔，新北市咱这个侯友宜民调比较差的时候，我讲不要再想他了，让他能够活一点，让他好一点。所以侯友宜民调差的时候，我拢叫出国去投啦。啊，最近侯友宜差不多爬到第二名，他明天就要回去继续监督侯友宜了。要执行他的议员工作，就是戴伟山议员。那今天曾国瑜就要选新店区新店的立法委员，都有讲伊都真害怕，真害怕。讲伊的对手是天道盟的盟主的儿子，天道盟是刚讲是好多啦吼，伊讲天道盟的盟主的儿子，所以我讲伊是替天行道，伊要替天行道。所以曾国瑜委员给他回动算。我来来保证，伊来当选，国会一定不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不给力共同大家代表我新政府总统，跟大家感谢感谢，希望一旦大家共同搞得来，共同打拼，赢出胜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今晚在最高场，大家都是主角，拜托超前的哈、哦，希望夫人站在旁边啦哈。哦对啊，不要爱围绕哈，稍微蹲，你要照没有关系，蹲低一点，找空隙哈。他向地拿高一点，不要躺到后面。还有，
啊你，你阿爸家吼，伊阿爸较乖的吼，无得挡着边啊，阿卖站着阿爸啦，敢若无？啊，较大个就听阿爸，啊，较细个听老爹。来 ，Music please， 大家唱歌多些，唱歌大家拢听歌，来开始。爱心来路，无啦，变卦啦，就这条路啦，不是路。是一年一年，就是那个一年歌。还有，大概我们有两台 camera 哦，有一台请从下面从下面照，一台请从上面照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两个 video 哦，一个请那个，一个从那个黄淑文从那边照，我们还有一台嘛，年轻的那个 volunteer， 请你从上面照下去好不好？那个 video。好，我们请好，让他上来，请到下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明天就是今天的。好，就是这一台了。大家搓搓下，歌词很简单。我们上面一台 video， 下面一台 video， 我们就把我们的热情，放我台湾两千三百万的人看，海外台湾人拢支持我，真的。Keep fighting!